这边下边这都是他们这个北京的这黑保安，反正这么多人，还得要加强力量呢。对待上访人，他们是不择手段，残暴打压。看这些黑保安呢，抓起上访人呢，比土匪都厉害，根本没有人性。对上访人，抢夺、伺机抢劫都是，财产、个人的合法财物被他们抢了不计其数了呢。驱逐上访人，剥夺这个。 在北京打工的权利、劳动权利都被他们剥夺了。